像是依旧，因为我喜欢自由，而我以为你已经习惯等候。亲爱的，我从来没有不是你所给我的温柔，我只是说不出口，并非习惯等候。在每一次交谈中知道彼此的感受，在每一次的争吵为对方找寻借口，在每一次妥协以后试着从彼此手中逃脱，却连放开彼此的手也不能够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？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。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？为何你从不对我说我该怎么做？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手中逃脱，却连放开彼此的手也不能够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？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？为何你从不对我说我该怎么做？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我这样问会不会有些认真？别再沉默，快对我说。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你这样问会不会太过天真？为何你从不对我说我该怎么做？我俩算不算是一对恋人？